陈伟霆出演《宠爱》为了钟楚曦，钟楚曦参加活动秋裤抢镜。陈伟霆和钟楚曦这对荧屏 CP 近期也是非常火，两个人参演的《宠爱》也是于12月末将要播出。在电影上映之前，网上就很火两个人在电影中的动态图，动态图一出也是激发无数女粉丝们的少女心，大家都感觉两个人好甜啊，并且感叹两个人都是高级脸，无论是身高还是衣品都非常的搭配。有细心的网友们发现，陈伟霆和钟楚曦出席活动的时候，钟楚曦总是有意无意地看着陈伟霆，并且看陈伟霆的眼神中也有一丝小女孩的崇拜和欣赏。毕竟陈伟霆也是圈里的男神级别人物，两个人之前也有过很多合作，比如一起参加过综艺。钟楚曦在15、16岁的时候还为陈伟霆伴过舞蹈，所以钟楚曦对陈伟霆崇拜还是有可能的。虽然钟楚曦喜欢不喜欢陈伟霆确实还不能确定，但是钟楚曦确实是一个很拼很努力的女孩子。在陈伟霆和钟楚曦出席活动的时候，就有网友发现钟楚曦穿着很美的裙子，下边偷偷的穿了秋裤。现在天气偏冷，女明星为了舞台效果和为粉丝们带来美丽形象，也是非常拼的露着腿，为了保暖穿着秋裤，将小腿部分露出，